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芝，非常感谢你们再度回到我们我的频道啦。我们继续来玩 Jurassic Dinosaur Park Game 这款游戏啊，在是第七集了吧？你们可以看到呢，现在我的人区变成焕然一新，尤其这棘龙，对，是重爪龙。它这栖息地旁边道路的周围呢，放了这个琥珀。我们现在就先把这些现金给收集起来，这些升级所获得的经验值。这个菜园，这个呢，它最大值，它最后那个总收入，这个升到最高级第五级的时候呢，它最大值会变成37，比这个23还要大。比这个我们人本的这个菜园的23还要大哦，就数量比我们预期都还要多。确实啊，现在能够获得的总数量是这个得23加3，所以说整个再把这个花一点钱把这个升级之后呢，我们就会拥有更无限能量的高级菜园，高阶菜园。同样都是 level 5，但是产量却不同，总产量会到达37，这就是我们最需要。哎，这个制肉厂怎么好像这制肉厂没电了？来喂食吧，我们现在肉食动物就这三种而已哦。现在我的菜又变成405了。我待会儿会发布，我待会儿会在 YouTube 社群发布一张图片，那是我昨天截图下来的，就达到444，这333个就变成777。说到777，就想让他赌场拉霸机里头的777，不可思议呗，不可思议吧，真的很不可思议呢，就很巧合的。这个呢，我们现在孵化进体是46嘛，如果我们再从这边看再看一个广告就过了20，那么就会变成你们猜多少，66的孵化晶体，孵化机会晶体。现在我有两个金币了，然后这个任务呢，这两个再完成的话，我就会有五个，我总数就会有5个金币。现在我们现在重启这个制肉厂，现在它给它跑一段时间哦，就稍微卡了点。其实这游戏呢，广告很难弹出来，光你按一下根本就没有什么鸟用哦。你必须连环夺命连环按，但有可能广告就会卡掉，然后又会跳回游戏画面。我就来试试看好了，夺命连环按，我按，哎，出来了，哪来的马里欧啊？把这音乐关掉。说真的，这哪来的马里欧？这应该会被告到吧，吧，哪题为 Looping， 那题为循环 Bungle 啊，这马里奥是哪里来的？我一开始看到这个马里奥，还以为这什么任天，可能会是什么任天堂游戏广告，但是我想太多了，这只不过是一个无聊重复的广告而已。好像这个服饰根本就没有收到台湾，因为它语言也不能转换为中文嘛。收到了20个孵化晶体，然后在这边继续看广告。经过这4个广告之后，再看到第5个，就再获得一个金币哦。我们现在还是先快来孵化一下我们的人角龙宝宝，来完成这个任务。不知道能不能哦？哎，只能到90%，还是不够，要到100%。然后我还是去存有多一些的孵化晶体好了，对吧？就还是保存一些多点孵化晶体，未来以后要孵化任何恐龙时都能派得上。你们可以看到我这个任务呢，现在有必须孵化形容人角龙，还有母的腹结龙。这个母的人角龙跟，总之就是这些母的人角龙宝宝、腹结龙宝宝、形容宝宝，全都得孵化。现在我手上这些恐龙孵化那些幼崽，大多数都是公的，但是你孵化之后也是得要它要从空运过来，而不是直接车子运过来什么的。明明孵化室就是孵化场就在这边。然后结果还得要搞那么大票，然后直升机呢，你按那个到达它的那个黄色图标，直升机就给你凭空出现，对，就是这样凭空出现，然后就飞走，然后就凭空消失，
真的很生气，对不对？就像西曼的宝剑一样，西曼太空超人的宝剑一样，明明背后你没看到宝剑，结果在他变身的时候，他就从背后抽出来一个宝剑，真的很神奇啊！就像 Dr. Legacy 的神奇望远镜，手一合，望远镜就直接消失给你看，真的蛮神奇的啊！现在我们现在把这个厕所给升级，只需要花20分钟，因为刚好有其中一个任务就是。我先看这任务就是这个，不对，是这个，高度满级那一个建筑在这工人里面。现在我就好好来把它，我看看，它已经不能升级了，可能还是要再存多一些的，这些游戏币现金才能够将其升级，而且我。还有几个东西还没，我现在更新，升级到24级的时候，刚好更新到了一些建物，只是还没盖下去就对了。只不过他们工时可能会比较长些，像是这沙拉坝工时2小时10分钟，工人2小时25分钟，然后娃娃屋，对，这什么我也不晓得，但好像不是 girl， 这什么 gear house。肉吗？肉排便吗？还是什么？管他的，2小时30分钟。然后我现在盖的这个，这个贩卖机呢，23分30秒，已经是最，已经是这些偏短一些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看未来还会解锁这个 ，common， 就是只需要花我们这些现钞的。然后这个 red。就是需要花我们金币的，花这些金币的呢，只是不可能。我金币是要用来购买这些恐龙的，所以说是不可能。打死我，我也不可能会去。钱食物全收起来。等一下，我正准备要再花一点时间就可以进行升级了，那知名度的升级。你们可以见到的是，我现在只差751个 popularity 的程度，然后就可以到达这下16级，就知名度到达16等级程度16。而这个呢，1小时1分钟，然后接下来就是59分88秒。然后这个升级完之后，所扩级的范围就会扩大，然后这个也升级，然后。这应该需要再继续升级才对。看看，就划掉它。这个我们现在也还在收集，只要开了这个卡包，你就会有机会获50%的机会会获得这个 Explorer Tongs 探索石，应该是这样吧，因为 Explorer 嘛，我猜。现在这个升级来到了1小时，不错，终于啊，要升级完了，然后我几个锤子就会归位，而这个呢是20分钟后，现在是16分35秒，所以说已经花了4分钟，就剩下16分，很快啊。时间过得真的蛮快的，真的蛮快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，非常感谢你们收看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，还有分享出去，顺便在底下留个言，千万不要留个什么勋章，多留些有帮助的言论。那么订阅我的话，就会收到我更多影片的更新动态。那么我们就下期见啦，拜拜。